让我们掌声有请拥有绅士品格的精致男主人胡兵，以及实用至上的居家女主人曲颖。哇，这一对儿！出事啦！出事啦！出事快看看，周一 CP， 这就是你们的未来，未来，未来。周一 CP 呀、啊，多年来大家期待的影子跟老胡两个人荧幕合体呀、啊！哎呦，金童玉女，吉祥的光环绕的你啊！哎呦喂，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偶像天团啊！是金童玉女，我们看一下当年的这个照片。哎呦，当时合作那个《真情告白》，一经播出轰动全国。嗯。我就是他男朋友。是你？你以为这样说我就会相信你吗？是。大家看见没有？以前是没有那些滤镜的，拍片都这么漂亮。没有 PS。对啊。你们二位多长时间没有同台了？很久。多久？四五年，四五年，因为四五年没有吧？你看，女人开始考时间的时候，差不多。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？就我觉得很久，四年吧。三年，两年。你看，你俩还个价，到底是讨价还价呢？四年吧，三年吧，三年半。要不综合一下，两年半，两年零八个月怎么样？嗯。这网上关于你们俩的那种流传还是挺多的、啊、我们来看一下吧，先看一下。传闻一，胡兵之所以一直未娶都是因为曲颖，是吗？咣，没有印象吗？传闻二，棒，胡兵曾对曲颖说，我曾爱了你很多年，这个是说过。北京飞哈尔滨的飞机上，那个时候咱们已经就像家人一样，因为我觉得又有家人的情感又有朋友的情感，就已经很快乐了，不能太贪心。然后但是呢，我觉得放在心里的遗憾也得说一说啊，对吧？不能就是这辈子就闷在里头就不说了。对，然后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别人的时候，有句话说出来感觉像拍戏一样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得说，我说因为那时候空姐他们都排着队在那看着吧，多长时间了我。然后我说那个我就是每一次我想跟你说，我说我喜欢你或者说我爱你的时候，你都有别人在边上。我说每一次都有别人在边上，然后呢，可是不是我帮你开车啊，帮你去帮别人试衣服，我还以为帮我买呢，其实是我开心了半天，结果是帮别人买的，帮别人试在香港。当时的确很感动，但我跟胡兵真的就是时间在一起太长，就真的是像家人一样。但是我觉得人们兵哥做的特别对，就是有那个爱的时候，一辈子不说，老怕尴尬，其实说出来很温暖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如果时光倒流，你们能做什么？你说时光倒流，曲颖她喜欢文艺青年嘛？然后呢，其实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，你也是文艺青年，对，都是做文艺的青年，对。说这句话的时候都带着醋意的。但是就是这么长时间，我就觉得也是希望我自己能够做好。然后如果时光倒流的时候，我也变成一个文艺青年，我爱你。然后如果时光倒流的时候，我也变成一个文艺青年，我爱你。我觉得那个我的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，这个在演艺界那十年，我们是从队友开始，两个人一起队友，对，然后一起走过 T 台，然后一起唱过歌，然后一起主持过节目，一起签过公司，签在同一个公司，然后一起演戏，然后我 toothbrush 怎么了？那个时候我们早年间出去完了。我们俩为了省钱，用一个牙刷，不是用一个哈，就是你怎么没有牙刷呀？哎，牙刷怎么说啊？我说 toothbrush， 他说啊，结果到晚上快睡觉了，胡兵还在床上。
toothbrush。 还在练，深情朗诵啊。对，我们有很多特别可爱的故事。今天胡斌这么说，其实我心里面还是特温暖啊，特别感动。对，有的时候别再说，再哭我哭了啊，再说再吵架，过去了。我再说再说，我们祝福你们。快，我把所有东西搬进去，然后再让斌哥给我往外拿。这不要，这不要！沙发还给我，还给我！这姑娘怎么了？这是？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端走！这个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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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走！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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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也不要。不是你这。转过来，转过来。这个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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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。这个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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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。兔子干嘛不要啊？那样。长颈鹿。哎，长颈鹿应该搁在窗户外边哈，从里头，那再穿一套再进来。还有四十秒，我觉得斌哥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。胡斌是当过时尚杂志的编辑的。哦。长颈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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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还是长。哎。What？ 哎，有啊，果然，他给。长颈鹿应该搁在窗户外边哈，从里头，那再看一打的进来。英雄所见略同，时间到，好，平手。我觉得斌哥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。哇！最近这首歌叫什么歌？阳光彩虹小白马。最强的、最棒的、最亮的、最发光的，拦不住你发光。你是最好的、最俏的、最妙的、最骄傲的，尽情的盛开吧。我觉得幸福，如果有便利店搬到家里面，我就很幸福。所以我就把那个冰箱弄的玻璃的，然后不管我喜不喜欢喝，弄成一层一层一层，全部都满的，然后进来随便拿一个还有，随便拿一个还有。对，就我也感觉特别好，多舒服，对不对？不管用不用，我得有，对吧？这种感觉。然后那你就会觉得，哎，回去以后你就是便利店就在家里，也不用下楼了，就。哎呦，要投币吗？自己回家还得准备零钱，家里没零钱，着急死了。